Thank you.
这不是给别人说笑话吗？我知道错了，你回来吧。这婚是要离定了，我没有义务养你们全家，更没有义务给你弟买婚房。至于他的彩礼是多少钱与我无关，你要记住，我嫁的不是一个妈宝男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黄晓玲该离婚吗？大家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